有机会我会出手。我是这个流川枫会很紧张。出手啦！干嘛？怎么造起来了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。看小脾气哦。好像有人开麦了，我听到声音了。那在影片开始前呢，还没订阅记得按订阅，打开小铃铛，这样才可以知道什么时候我上新片跟什么时候直播哦。谢谢雷哥的十个会员，赞啊赞啊赞啊！分母加十，膝盖帮捡起来。今天的那个厮杀很激烈哦，直接送会员，扰乱抽奖市场。JDVNG 加入我们的扫地员十六个月。直接送会员，扰乱抽奖市场，大家是要小心一点，严厉斥责，严厉斥责，严厉斥责。有机会我会出手，我是这个流川枫会很紧张嘿。他家他问他有小黑吗？结果他居然跟他说有机会我会出手，但这个人好狠哦。他本来只是要叫他踩那个公益的干扰，叫他选小黑，殊不知那个小黑居然回他有机会我会出手，真狠。这刘总地球是盖到了，哎呦，小黑，真当我没在看里面。他误传呢，哇，这个球路麻了，他继续，终于有梦想了。嘿，很紧张哦。来 A 几张 ，A 来 A 几张。冷静点。干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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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开始在搞一些有的没的咯。他高杀是杀球，挺加戏呀。
小黑，干嘛？但是戏份是加得很足欸。有什么盖好多血、欸？小黑，你在干嘛？我会出手，出手啦！出手啦！干嘛？你怎么造起来了？冷静一点，冷静一点！干你小脾气哦！好像有人开麦了，我听到声音了，那个背景音不见了。我们这边故意抢不到板，想听一下有什么声音。一つ教えといてやるぜ。バスケットは算数じゃねえ。忍得住吗，流川枫？流川枫，忍得住吗？我们这边故意不补防，故意跳不到。哈，流川枫居然，決める。还有15秒，流川枫忍得住吗？哇、哦，还在积累情绪。这时候被盖了。这球会进吗？怎么说？还有一秒，麦会开吗？可惜，没有看到我们想看的东西。哎，小脾气啊！差点就有这么火爆现场出现哦。有，不是吧？不是吧？花之丸第三组 LINE 贴图都已经发售了，你还没购买第一和第二组的贴图吗？如果前两个你不喜欢，那你就别错过这次第三组好用又好看的贴图了哦。想购买或了解的，请搜寻 SisonB 或花之丸。